现在人越来越晚婚，有些人呢36岁都还没结婚。不过立委严宽恒今年呢36岁就要升格当阿公，而他的爸爸呢，也就是前立委严清标，54岁就变阿祖。因为呢，严清标的长孙女元旦订了婚，也有了身孕，所以呢，这个严家的惯例都是18、9岁就要传宗接代。可以，大家往后退。立委同僚纷纷道喜，严宽恒要当阿公了。公阿祖，孙阿来叫公啊，阿公就空空了。低胸的黄色礼服展现好身材，她就是严宽恒的宝贝女儿，19岁严玉珍。元旦订婚要嫁给大她1岁的学长，两人毫不掩饰甜蜜，在脸书放闪，戴眼镜，斯文修长。严宽恒看女婿很有趣。正眼的，还可以啦。你知道我一半当我。满意啊，就是看啊，看他的表现啊。我们在做人，家仔我们是要表演啊。言谈间还是透露对嫁女儿的不舍。不过早婚似乎是严家传统。严清标18岁就结婚生子，严宽恒同样是18岁成家，严玉珍19岁更是赶进度，一家人通通升格。哎呦，伊当然嘛是真欢喜啊，哎呀。你讲啥？啊，都缘分到，都祝福因，祝福他们了。严家喜气洋洋，就等严清标出狱办婚礼。36岁严宽恒当阿公，54岁严清标做阿祖，再加上老一辈，将是难得一家，五代同堂。UDN TV 综报道。